今天做啥，帅哥？今天做超大号毛巾卷。有你的脸大吗？赶紧给我上奶油，我天天看见你我就心烦，我都不想和你拍视频。听听听，给你一个刮刀，你把它给抹平了，听见了没有？没有。你抹听见啥了？别往外抹，不要往外抹，你不要超过这个线，你知道吗？一会儿包不住了。停停停，你看你挤那么多奶油，你自己吃吧去。你要不要吃奥利奥？停停停，我烦死你了。切呀，嫂子，给你来点，给你来点粑粑，给你来点粑粑啊，粑粑味的饼饼，粑粑味的毛巾卷。你看你弄的恶心人呢。我老天爷，宝贝儿啊，我老天爷呀、啊！来口，给，你不能等会儿再吃，你就心急。好，先拌黄拌黄，听，拌黄拌黄啊，还不够，我再给你弄上的这个芒果果酱。呀，一点食欲都没，爽的是。哎呀，乌漆麻黑胡乱造。好，就这吧，听吧。好，上面你再弄上的奶油，你的奶油呢？我，你说它还能包住不能了？别弄那多啊，奶油啊，稍弄一点。好，听，那刮刀把它刮匀喽。盖的那个奥利奥啊，盖的那个奥利奥。让我吧，让我吧。就这吧，卷开。你切开吧，掌握吧。你看你这奶油厚了，你看看你弄的。哎呀，哈哈，有啥呀？卷它。给钱喽。好，开始卷它啊！我教你咋卷，把这个边儿，哎，先改哪个边儿？我不知道。先改这个，先改这两个边儿，把这两边的边儿盖上去。还有这个呢，今天做的是超大号毛巾卷啊，然后把这个盖上去。从这头开始卷，呀，有点大了，卷不起来。切吧，你看我给你。是了，关键了，你看它卷成啥了？卷成一个大肉堆了。哎呦，我老天爷！好吧，好吧，只能做成这个样子了。咱们暂停吧，下个视频开始吃。